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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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th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今天我们将会讨论安巴塔经，也是长部的第三部经。长部我们学习了三网经和沙门果经，这是长部第一章戒运品的第三部经。今天这堂课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日常生活的实际应用，从经典中学习佛陀所说的常，然后在一个常生活中尝试应用。希望梵网经解说的62种邪见，还有佛陀给的建议，当有人赞叹或者是诽谤我们的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反应。第二部经沙门果经也是很重要。那现在第三部经是谈到安巴塔。安巴塔是谁呢？老师将会给大家介绍。安巴塔是波卡拉萨蒂婆罗门的学生，也就是说老师是波卡拉萨蒂，是一位很出名的婆罗门。他甚至为波森纳帝王的赞赏，巴森纳帝王呢也给他这个权力来管理布卡塔镇，也就是说波克拉萨蒂，因为婆罗门是很出名的婆罗门。波克拉萨蒂这位婆罗门呢，他对咒语很精通，而且也精通三个吠陀，知道各种仪轨，也就是说他很有学问，而且也很懂得教导的婆罗门，因此为国王所重用。而安巴塔呢，也很，这位安巴塔是一位青年学生，也是很受他老师的欣赏。波克拉萨蒂婆罗门的甚至如此赞叹他：我所知道的你也知道，你所知道的我也知道。也就是说这位安巴塔学生呢已经学习了老师波克拉萨蒂的学问，这是安巴塔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佛陀到达布卡塔镇的时候，那时候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呢听到了佛陀的名声，好名声，也就是佛陀的功德，阿罗汉、萨玛、萨布多、阿罗汉、真知觉者等等，那这种赞叹呢在那个时候已经众所周知，人们都在讨论着释迦牟尼佛。这位释迦子呢是阿罗汉、萨玛、萨布多等等，那时候佛陀的名声已经远传。好的，部长。而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已经听到佛陀的名声，因此他就派遣他的学生安巴塔去查证检测究竟这位佛陀是不是真如他的名声一般，也就是他的智慧和行为是否真如他的所传达的所传达的名声一样。佛陀呢在这部经里边呢讲
花了长时间讲了阿巴塔跟自家族的家族历史，过后佛陀再进一步解说关于名跟行，这也是这部经的主要内容。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佛教应该怎么看待印度的四种性，还有婆罗门是怎么诠释这四种性的制度。所以在这部经，他安排他的学生去拜访佛陀呢，是要去检查佛陀是真正的佛陀。佛陀也因此展现自己展现了佛陀的功德，而且过后也开始明跟行，也就是智慧以行为。Master 安巴塔见佛陀后，回去见他的波克拉萨蒂婆罗门老师，也重述了他跟佛陀之间的沟通。在此沟通中，佛陀也解说了波克拉萨蒂婆罗门的状态。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呢，不想让佛陀所说的这真实现象给其他人知道，但是因为安巴塔跟佛陀辩论，因此关于波克拉萨蒂的这个隐秘的消息呢，被佛陀宣说出来，因此波克拉萨蒂呢，就对安巴塔这位学生感到生气，然后波克拉萨蒂呢，就亲自去见佛陀，以能够以问清楚佛陀，然后佛陀呢也继续讲解名与行，最终波克拉萨蒂听法过后呢，就提升了法眼，也就是他证悟了。最终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就将佛法身就皈依，这是这部经简要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看究竟安巴塔经它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呢，派遣安巴塔去见佛陀，去查证和检测看佛陀是不是真的佛陀。那时候安巴塔呢就问他的这位老师，我怎么知道他是否是佛陀呢？根据咒语的传承呢，波克拉萨蒂那么解说，您已经学习，而且我已经教导你，我们咒语传承的内容。根据咒语的传承呢，因为玛哈布里萨大丈夫，因为大人香呢是具备32香的，在他们的咒语，他们的经典里边呢，就有提到32种大人相。如果一个人具备了32种大人相的话，他最终是有两种结果的其中之一。一是成为转轮圣王，如果他在家生活的话，他成为转轮圣王。但是如果说他出家过沙门生活，他将成为真知觉者，就像我们的佛陀一样。真的，当一个人有具备32身份的话，只有这两个结果之一。这个波克拉萨蒂告诉安巴塔弟子，我已经教导你了，你应该了解。所以究竟果达玛沙门是否有32身份，你应该去检查。如果他具备32身份呢，由于果达玛沙门已经出家了，所以又具备32相的话，他必定成真知觉。波克拉萨蒂如此解说安巴塔，然后就派遣他去见佛陀。在这边的解说中提到一些资金关于转轮生亡。转轮生亡呢，在所谓的转轮，这个轮就是巴利叫贾嘎。转轮生亡呢，具备了轮宝
那个轮岛只是专属转轮身亡罢了。转轮身亡呢是依法而管理统治整个世界，在他的国土里面没有其他国王可以比他优越，他具备了七宝，这种统治者呢叫转轮生，而且他还有超过千位儿子都是英雄，具备很强大的军队，依法征服海洋围绕的土地，以这样的威力，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统治，但是他的这种统治呢不需要通过昆荡刀剑气来统治，他只用法的力量来统治十方，这就是转轮身亡。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是他已经是以法为王，而也还不是佛陀。那作为转轮身亡，他也有三十二身份，所以当一个人有三十二身份，他又过在家生活的话，他就是他必然成转轮身亡。但是如果他出家的话，他将成为真智觉佛，他将成为阿罗汉，圆满真悟的佛陀，他将揭开世间的烟识，也就是说他会从把人们把众生从恶恶转善，用的方法就是他的教导了。这也是大丈夫三十二将具备者的两种结果。那我们来看七宝，在一注里边呢都有很长，都详细解说转轮身亡的威力。这边老师不会详细解说，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阅这所谓的七宝。这边讲的女宝呢是指她的王后，还有主衰宝呢根据遗嘱呢是指他的胎子，也就是说当转轮身亡往生过后，他的胎子，他的最长 这胎子呢将会帮忙统治他的国家，因为有了这位胎子作为助手，作为转轮身亡呢就不会因为统治国家而疲惫，所以那位太子也成为了主衰宝，慢慢统治他的国土。这是转身亡的七宝，安巴他呢学习了，知道了怎么检查佛陀是否是佛陀，他就见佛陀了。但是他去见佛的时候没有以恭敬的态度，他见到佛陀过后呢，佛陀虽然坐着，但是他却张牙走动，虽然他口说文雅，但是呢他的姿态却不恭敬，佛陀坐着他却前后走动，甚至在佛陀正在说法正在讲话的时候他也中间插入，这种态度呢不是尊敬的态度，尤其是跟人互动的时候不是尊敬的态度。那时候佛陀就跟安巴他说，究竟您是不是您在跟尊敬佛学的婆罗门或者是老师的老师交谈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边走边站，和我坐着说话，你是否以同样的态度来跟您的这些婆罗门老师交流呢？安巴他就回答说，不是的，不会的，
只是当我们跟真经的婆罗门互动的时候，将会保持将他们一样的位移。如果说真经的婆罗门走着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走；当他们是站着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站着；如果他们坐的时候，我们应该坐；当他们躺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躺着，跟他们互动。真是跟尊敬的婆罗门互动的时候应该有的行仪，有的态度。但是呢，安巴塔继续说，如果我们跟那些剃光头的小沙门、卑微的人、翻天脚上的这个黑斑的这些人呢，我们就会将我跟您乔达摩现在交谈的位移一样。所以这种回答呢，安帕他说出了当时他们的说出他们的风俗习惯，当跟佛陀交流的时候是以这种方式沟通的。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安帕他呢是为了侮辱佛陀，还是佛陀却说你来这一边必然有一个目的，有目的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行为，你已经没有完成你的修养，你以傲慢来展现你修养的，你所缺乏的修养，所以你才会如此没有礼貌的交流。只有这个原因才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不然就没有其他理由来到佛陀面前来毁辱佛陀。那时候安巴达听了就非常生气，他继续他侮辱佛陀。他来的目的要检查佛陀的32身份，但是他没有即刻检查，他只是继续跟佛陀争议，因为他已经生气了，他有这个想要侮辱佛陀的动机。他就想到他没有直接跟佛陀说，因为当场佛陀没有做错对他做错什么事，但是呢，因为佛陀是自家主心之意，因此他就侮辱释迦族。因为他侮辱释迦族也包含了佛陀，因为佛陀是释迦族来的。他侮辱释迦族人为凶门者，粗鲁的、刀招的。认为这些人呢，开始的时候都是卑微的、低微的，因为根据安巴他的见解呢，因为这些是家族呢不礼敬婆罗门，因此他认为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而且呢，是家族人很傲慢，他们因为不礼敬婆罗门，一直他就谴责释迦族，目的其实是要侮辱佛陀。这也是第一次他咒骂释迦族以为地位低贱者，这也是当时最强烈的侮辱人的方法之一。安巴他呢用了这个字。安巴他继续做总结是，他这些释迦族不礼敬佛、不礼敬婆罗门是不恰当的，因此他释迦族是卑贱的。其实在这部经里面提到，安巴他呢用这个卑贱这个字侮辱佛陀总共3次，
第一次安巴塔乌鲁欧那佛陀就解说，即使一只鹌鹑，只是鹌鹑，只是小鸟，但即使是这样，在他自己的窝里面，他也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愿说话，因为他那是他自己的窝，自己的领域，自己的地方，他有这个权利。但是现在在这个卡比拉瓦丘，那时候安巴塔和博格拉萨蒂呢，是已经到访了释迦的王国，也就是迦毗罗卫城。那时候释迦族人呢，都自己说话，没有去跟安巴塔的老师打招呼，因为他们生气了。那时候佛陀就隐喻这个了。这个卡比拉瓦图是释迦族的家，他们没有需要去在意这种小事，因为这种小事而受到谴责。就像一只小鹌鹑在自己的窝，可以随意说话。他们这是他们释迦族的地方，你们到来而已。因为这种小事而谴责他们是不需要的，是小事。最后佛陀又继续安巴塔呢，继续讲这四种性，他的目的呢是要说服佛陀说婆罗门是最高的种性，是值得所有人的礼敬尊重。安巴塔就讲了刹帝利族婆罗门种性，三人就是维萨种心和工什么像种心，是吧？这四种种心里边呢，三种种心也就是刹帝利、三人和工匠呢，是要完全服从于婆罗门的，也就是说婆罗门。这是安巴塔的解说。所以针对这一点呢，如果说任何人，也就是这三种性里边的人呢，如果不礼敬恭敬婆罗门，我们这已经是不妥的行为。无论他们这三种性住在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国土，他们都应该恰当的给婆罗门种性恰当的礼敬。这是安巴塔的见解。安巴塔呢，重复又重复的去辱骂释迦族为卑贱者。当安巴塔再三的辱骂释迦族过后，佛陀就这么讲：这个年轻人辱骂释迦族已经太过了。如果我去问他的家族种姓会怎么样？那时候佛陀就问了安巴塔：您的家族种姓是什么名字呢？那时候安巴塔就很骄傲地回答说：我的世祖是甘哈亚那。也就是说他的种姓是他的是属于甘哈这个族姓的。那时候佛陀就继续问了：这个甘哈亚那这个族姓氏的传承，他就佛陀说安巴塔根据那些记得祖先传承的人呢、哦，针对甘哈亚那甘哈的这个族姓呢，萨基亚整个甘哈亚那这个氏族呢，对释迦族来说，释迦族其实是整个甘哈亚那氏族的主人，这个是根据祖先传承的记录。也就是说甘哈亚那氏族是由释迦族的妃女传承下来的，因此释迦族应该是甘哈亚那，也是你的氏族的主人。为什么？因为
你这个刚嗨啊，那这个施主呢是当时施家族的卑女传承下来的，那他的历史是怎么样呢？首先是唐朝施家族的历史，施家族的历史是从欧嘎嘎国王开始的，因此施家族把欧嘎嘎国王视为他们的祖先。Due to the reason, 欧嘎嘎呢，国王有儿子，由于政治波动，四位王子就在森林就隐居在森林，在森林喜马拉雅山森林的湖边。当这四位王子住在森林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的血统被其他的种姓染污，因此他们跟他们的自己的姐妹同居结婚，和组成他们自己的家庭，以此没有掺杂其他的血统，一直维持了纯正的释迦血统嘛。当欧嘎嘎知道这一点过后，他就跟他的大臣们说，他们都是有能人看人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在这个游牧林里边住，如此看人就像游牧一样，欧嘎嘎国王非常欣赏他们的行为，能够保持自己纯真的血统，因此他们就像游牧一般坚强。这个游牧呢，不好意思，沙嘎，所以呢，他们的这王子就被称，这群人就被称为沙嘎，传承下来就成了沙嘎氏族，也就是沙嘎氏族了，氏家族。而欧嘎嘎就是他的祖先。接下来佛陀就讲解了刚哈亚那族氏族的历史。欧嘎嘎国王呢，他有一位女仆，他的名字叫迪萨。迪萨呢是欧嘎嘎国王的女仆，而 King 欧嘎嘎本身呢是释迦族的祖先，而他的这位迪萨女仆呢生了一个孩子，叫他孩子是皮肤暗黑，这孩子一出生过后，孩子就会讲话。孩子说，给我洗澡，母亲给我洗澡，我将从这个污垢中出来，我会给你好处。当听到这孩子一出生就说话过后，所有人都害怕。为什么呢？根据人类的情况，一出生的婴孩是不会这么讲话的，由于他如此开口说话，人们就把这位婴儿视为妖怪。巴利教比萨加是其中一种面貌恐怖的妖怪，一种面目恐怖的众生，由于他的样貌恐怖，但是人们都称呼他为毗沙迦妖怪，而且呢也称呼他为甘哈，因为他皮肤黑暗。由于这小婴孩一出生会说话，所以人们呢就直接称呼他为甘哈。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是他却被命名如此了。由于这个原因，甘哈他就组成了甘哈亚那这个氏族，而甘哈呢就成为了甘哈亚那氏族的祖先。但是甘哈本身却是由
member of 施加族的仆女所生。因此呢，刚哈这个施族的人们呢，就应该知施加族为主人。这时，施加族和刚哈族是的族系的历史。讲到这一边呢，安巴塔的同伴，也就是所有的婆罗门青年呢，就谴责佛陀了。那郭达玛提坦不要太羞辱安巴塔，你把他的整个家族都说成是释迦族的仆属仆人。Plus,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安巴塔是出生名门家族纯正，但佛陀还没有说出安巴塔的背景之前呢，所有的婆罗门呢都以为安巴塔是出自名门，出自两家族的，认为他们在种姓中地位很高，而且他自己安巴塔本身自己的素质也很优秀，还是他学识渊博，他自己本身呢还可以跟乔达摩所争论，所以呢不要太羞辱安巴塔。这一些婆罗门青年们呢就把他谴责佛陀了。佛陀就跟这些年轻的婆罗门说，这种佛陀的这种交流方式啊，也是非常非常卓越的。也就是佛陀怎么跟这些反驳这年轻人呢？如果你认为安巴塔出身不好，非名门，没有学问，口齿不清，非学者的话，如果你认为安巴塔是这样的话，那安巴塔就应该保持沉默，你们来跟我讨论。但是如果你认为他是有学问，出自高种姓，能够跟我讨论过程中坚持自己的立场的话，那反而你们应该保持安静，让他来跟我讲。佛陀以这种方式来反驳这些正在抗议的年轻人呢，他们需要，这些年轻的婆罗门需要保持沉默，因为他承认安巴塔是出自名门的，出自好的家族的，而且有学问的，所以呢他们就默然让郭达玛和安巴塔继续讨论。佛陀就继续问安巴塔问题。佛陀对安巴塔说出要问安巴塔关键的问题，如果我问你，你必须要直接回答，如果你不回答，保持沉默或者是避开的话，避开话题的话，或者是走开，不想回答，你的头脑将会被劈成七块，也就是你将会死去。那时候佛陀就继续问了，你怎么看安巴塔？你有没有从你的老师或者是这些高龄的婆罗门老师的老师那边听过甘哈亚那人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他们的祖先是谁？佛陀其实已经解说了，他只需要跟安巴塔再确认，针对他安巴塔的传承。针对这个问题，那阿巴塔就保持沉默，他不能回答，也不能反对，不能否认。佛陀就再问第二次同样的问题，那阿巴塔还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不想讲出真正的答案，而且他也不敢讲偏话。佛陀继续说，已经第二次我问你问题了，安巴塔，任何人如果
佛陀问一个人，这边讲的塔塔克塔是如来，就是佛陀。如果如来问一个人问题三次，他还保持沉默的话，那同样的结果就会出现，就是头脑会被劈成七块。这到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你必须给出自己正确的答案。而且佛陀如此敦促他，在那个时候释迦天王，这边不是释迦是萨迦，是天神之王，或是迪瓦那名的，他的名字是印德拉，他拿着瓦吉拉，中文可以翻译为金刚杵，是一种武器，拿着金刚杵假扮成化成夜叉的样子，然后站在天空中威胁安巴塔拉，他展现出非常可怕的样貌来告诉安巴塔，如果这个安巴塔没有给正确的答案，对于佛陀的提问没有给出正确答案的话，我将把他的头劈成七块。这时第四天王给安巴塔加压了，当时第四天王的这个羊毛呢，被佛陀看到，也可以被安巴塔看到，但是其他的在场的人却看不到。当安巴塔看到这可怕的夜叉的样子，他感到非常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古达玛佛说，我的头，如果我不回答的话，我的头就会被劈成七块。所以他就开始感到恐惧，乃至毛骨悚然。The protection from the Buddha. 由此他就向佛陀寻求保护，去他走向佛陀面前，假装成自己没有听清楚问题，他再问佛陀，请求佛陀重复Buddha repeat 的问题，佛陀也重复他的问题了。听了佛陀的问题后，他不能再不给答案了。那时候安巴塔呢就回答甘哈亚那的传承了，他也承认甘哈亚那的族性。他说是的，我也学习，我也听说我们甘哈族人呢的起源，甘哈族这位甘哈，佛陀所说的甘哈就是我们的祖先，所以呢我们就叫做甘哈亚那族人呐。听到安巴塔这么回答过后，伴随安巴塔一起来的这些年轻的婆罗门青年人呢，他们就大声喧哗，他们的立场变了。原来安巴塔出生不好，从仆人的家族来的，所以他们现在的家族呢是很低级的，是女奴所生，而释迦族人呢才是安巴塔的主人。但是我们切贬低郭达玛萨满，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我们是误会了古达玛佛的这个背景。佛陀作为释迦族呢，是比安巴塔的族心更高的。开始的时候安巴塔没有说实话，过后安巴塔才承认自己的族心是比安巴塔比释迦族的族心低的。 Family 此这些青年的婆罗门呢，就把安巴塔视为是低贱者，从低卑贱家族的人
的主性而来的。那时候佛陀就继续讲，这些年轻人继续以这样的方式羞辱安巴修达，这是太过分了。只因为他是女如儿子的族人，这些年轻人呢将会无休止的继续如此说，我应该让他摆脱这种困境。那时候佛陀就继续讲解干哈亚那这个族性的历史，他说不要太羞辱安巴他，不要羞辱他为一位女如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女如的儿子干哈呢，如果你继续羞辱他的话，你就会看低这干哈的这个族性。但是这位干哈呢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位很强大的隐士或者是仙人，他甚至曾经到过南国，在南国呢学习了咒语，在南国的一些婆罗门的一些秘密咒语呢他学习了，学习过后他回去了萨迦国，就向欧嘎嘎国王讨求他的女儿作为他的妻子。这位欧嘎嘎的公的女儿玛达鲁比，当干哈如此要求的时候，欧嘎嘎王呢就非常生气，你是否你太疯狂了，作为一位女仆的儿子却要向我讨我的这位女儿。他妻子拿起了弓箭想要把干哈杀掉，但是当时干哈呢却用咒语让国王的弓箭不能移动，虽然已经拉开了弓箭，那时候国王没有办法射出他的箭，也没有办法放下他的弓和箭。国王的姿态被固定下来，那时候大臣们呢就跟干哈求忏悔了，请他们饶过他的国王。那时候干哈作为仙人呢，他只是说国王会安全的，但是如果他把他的箭往下射的话，他的国土虽然他敢他可以让国王或嘎嘎王射出这条箭，但是如果箭往下射的话，他的国土呢将会大震动，到时候很多国民就会受影响，这是不恰当的选择。那时候大臣们就继续向干哈求饶，请饶了国王，饶了这片土地吧。我也可以饶过国王，但是如果国王把箭往上射的话，那时候天神们呢就会生气，他将会七年里面不让雨下在这个国土，那时候国土就没有，七年里面不会下雨了，那时候人们就会死去，因为干旱和饥荒。那时候干旱已经给出了这两个选择，但是没有两个选择都没有用，不能被接受。那时候大臣们呢继续第三次求饶，
请放过国王、土地和让天下雨吧。那时候，甘哈仙人呢，他就给出最后的选择。如此，如果国王呢，需要把他的剑射向他的太子，这是很挑战的。为什么呢？因为太子呢，是未来的国王。Country is... 如果太子被杀了，那他的国家就会不幸。但是甘哈呢，却刻意的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的能力。国王没有办法，只能够把剑指向太子。甘哈却跟国王肯定下来，太子是没有问题的，是安全的。Okay, so the king should appoint arrow to the crown prince and release. 那大臣们也指示国王射出这一条箭，射向太子。但是太子却不受这把剑所伤害，因为甘哈仙人呢，通过他的咒语控制着这把这射出的剑。那这个经历过后呢，我嘎嘎国王感到非常恐惧，和对于这种惩罚的神圣感到害怕。他看到甘哈的能力，因此就把他的女儿玛达鲁比送走了。这玛达鲁比呢，也是释迦族的公主，许配给甘哈这个奴仆的女儿。那甘哈也跟着中公主组成了甘哈的家族的族姓，所以呢，如此，如果考虑夫妻的话，甘哈是从卢卑的这个族姓而来的，而母西呢，却是从王族来的，也就是欧嘎嘎国王这个释迦族而来的。所以因此佛陀告诉这些年轻的婆罗门，不要太羞辱安巴他了，不要说他是女巫的儿子，因为的确他是女巫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一位强大仙人的儿子。佛陀如此帮助了安巴塔，这也是佛陀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服这些婆罗门。佛陀又继续解说安巴塔，你怎么有什么意见？这个帕提亚就是王族亲王族，就是查迪利王族的年轻人。如果跟一位婆罗门的少女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父亲是查迪利，母亲是婆罗门，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孩子呢，这个孩子是否允许接受其他婆罗门的座位？也就是说，其他婆罗门会接受他为婆罗门的一份子？为什么呢？因为父亲是查迪利。其他婆罗门会接受他吗？安巴他回答说会的，因为他母亲是婆罗门，所以那在婆罗门的族心圈子里面是没有问题，是接受他的。佛陀就继续问，在仪轨中他这位孩子是否可以参与呢？比如说在葬礼啊，在祭祀啊，这些仪轨，他们这位孩子可以接受吗？安巴他回答说：“
会的，他们会接受他在一个婆罗门的族姓圈子里面。我都继续问，如果说虽然这孩子的父亲是刹帝利主，但是母亲是婆罗门，所以可以被婆罗门接受，那现在考虑刹帝利的这个族，如果母亲是刹帝利族，父亲是婆罗门呢？那这个时候生出的孩子，那他这个孩子呢，是否会被刹帝利族的生水承认呢？安巴他回答说：“不会的，刹帝利族不会完全承认他刹帝利的身份。”安巴佛陀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母系，他的父系不纯，也就是说，刹帝利父亲啊，婆罗门母亲呢，在母系方面不纯，由此可以看到婆罗门的这个种姓呢，比刹帝利种姓低。佛陀继续再给一个例子。他问安巴达，如果说婆罗门青年娶了刹帝利少女的话，生下的儿子是否会被承认？为什么呢？安巴达回答说不会被承认，因为他的父亲父系不纯，所以无论男的父亲或者是女的，只要其中一系不纯，一方不纯，刹帝利都不会承认他这个孩子。所以在这种社会的阶级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婆罗门是比刹帝利低的，但是婆罗门却自认为自己是最高的。佛陀就继续再问安巴达，如果说因为婆罗门被婆罗门的族人处罚被驱逐的话，那这位被驱逐的婆罗门是否还可以接受其他婆罗门的座位和水，也就是是否会被其他婆罗门族人接受呢？安巴达回答说，如果说他这位婆罗门被驱逐所受的处罚是很羞辱的，当一位婆罗门如此被处罚过后，那他是否能够接受其他婆罗门族人的能够被其他婆罗门族人所接受呢？安巴达回答说不会，也就是说这种处罚过后，他已经失去了他婆罗门的身份。虽然如此说，但是他还是，或者又问他是否有权利去不遮盖他的女人呢？安巴达说没有，他需要不遮盖的。同样的，刹帝利族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受处罚，那刹帝利的族人也会被驱逐。那如果这位刹帝利族人被驱逐过后，被处罚过后，他是否可以接受婆罗门的座位、准备和水呢？安巴达回答说是可以的，虽然他被驱逐、被刹帝利族处罚，但是他还可以在婆罗门的圈子里边有崇高的地位。所以从这种情况看来，刹帝利族人相比婆罗门族来看，他的族姓阶级更高。
这张如此佛陀已经间接的解说了婆罗门和刹帝利的这个阶级高低。然后佛陀又继续解说跟 Brahma 就是梵天人的梵天人 Sanan Kumara 被婆罗门尊称为他们的祖先梵天，是他们的梵天。佛陀已去这梵天人所宣读的七颂，根据萨南古玛拉梵天人的七颂呢，释迦族啊，如果一个人是中四种性的话，差的一种性是最好的，但是对于一切人和天人的圈子里边呢，有知有行，行为好的是最高等最好的，无论他是什么种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智有行兼备的话，他必须在最高的阶级。那这个基松呢，是从梵天人，真正的梵天人萨南古玛拉而来的。佛陀也承认三 Brahma 就是萨南古玛拉梵天人所送出这个七颂是正确的，没有错的。So also is connected to 而且是跟真正的利益有关的，不是没有相关的，也就是他会带来好处的。因为最后一句话是针对智行兼备 Are the which are and what are there? 也就是从这边安巴达经下部分就谈到什么是智和行了，或者是明和行。同样的，佛陀也再次跟安巴达肯定说 According to the caste system 中世种姓世族的人，在他们角度刹帝利是最好的，但是在人天中呢，知行兼备的人是最好的。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佛陀的功德，九种功德里面呢，其中一就是明行足，也就是具备了智和行。这也是安巴塔在检查佛陀是否有三十二身份之三十二相之前呢，跟佛陀的交流，这也是他的老师波克拉萨蒂吩咐他去检查佛陀的。但是他检查之前呢，跟佛陀如此交流，讲解了他自己这个感化的四足的传承，以此跟佛陀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呢，却比刹帝利族性第一级。这个讨论结果呢， so、this become a big 被他的老师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和其他婆罗门满意，因此大家对安巴塔都很不满意了。佛陀也因此帮忙安巴塔解除困境，以便不被他的婆罗门同伴羞辱。下一堂课我们将会讲解波克拉萨蒂婆罗门如何亲近佛陀，而怎么跟佛陀交流，尤其是谈到明跟行，也就是智行兼备的这些内容。